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他给我一个椭圆，求下列这些条件，不管，麻烦你后我就把所有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来告诉我这怎么行 ？y 底下比较大，什么行？上下行，上下行 ，a 在谁底下 ？a 在 y 底下，行不行？所以写出来是 b 平方分之 h 平方加上 a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几？一。所以说，告诉我第一件事情，中心是几？定它为零，定它为零 ，x 是负二 ，y 是几？一。对照一下 ，a 平方等于25，所以 a 是几？五。b 平方等于16，可见 b 是几？四。有 a 有 b 要谁？还有 c。其中 b 平方加上 c 平方等于几？a 平方。所以告诉我 c 就是几？三。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把这些算出来之后，麻烦你后，我们不要画直角坐标轴，行不行？我直接画出一个长短两轴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刚才讲过什么行？上下行。所以说，麻烦你就画一个上立的什么椭圆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OK，告诉我中心坐标是几？负二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告诉我焦点在什么？焦点在长轴上，这样行不行？首先回答我 C 是几？三。以负二一为中心。上下移几个？三格。上下移动看几 ？y，y 又是一了。往上移三格，负二四。往下移三格，负二行不行？再看什么长轴端点行不行？告诉我 a 是几？五。以负二一为中心，往上往下移几个？五个。往上加五遍，负二六。往下加五遍，负二负四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一样，转轴焦点，转轴端点呢？b 是几？四。以负二一为中心，往右往左移四格，往右加四是几？二一。往左减四格是几？负六一。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你把这些算出来之后，老师问你长轴长，老师这边写个长轴就好不好？长轴长二 a 会等于几？十。转轴长是几？2b 会等于几？八，对吧？哈，正交旋长，我写一个正，它等于 a 分之 2b 平方。a 是几？五，b 是几？四，五分之几？32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，麻烦你把这些全部把它找到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